林画师，你不要把我们拒之门外呀！我们也是想保护你。就是啊，林画师，大人别喊了，师叔今日受到了惊吓，实在不便再见客了。不见便不见，那且让我府上的侍卫留下，也方便照顾他。师叔也让我转告您，明宫派来的侍卫他也无福消受了，请明宫一并带回去吧。天下第一美男真生气了，生气的连命都不要了。林画师，今日多有得罪了。 可是我们也是为了你好，你这样，今夜我们就守在外面，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有什么事情明日再聊，就这么定了啊，就这么定了。走走走，九儿，这真守在这儿啊？走吧。刘福。 王爷，明早您要陪皇后娘娘用膳，所以今晚啊不能在这陪九儿姑娘。哎，我早起些就是了，来得及啊。这怎么行啊？如果娘娘知道我们督察卫这么使唤你，到时候一生气削了我的职，那你在督察卫的好帮手可就没有喽。九儿，我这不是看不了你这垂头丧气的样子吗？我就是累的，睡觉就好了。再说了，林之行已经被我们的人都守住了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 王爷，我们还是回府吧。行，那我明天忙完了再来找你啊。嗯。哎，王爷好走，王爷好走。哎，哎呦呦呦呦，人王爷说的没错啊，我见不得看你垂头丧气的样子，义父也见不得啊。向汉征呢？那个臭小子！ 动不动耍小脾气，动不动玩失踪，想他干啥？义父，你跟我爹做搭档的时候，也这么难吗？当然没有，也曾经有过。你爹那个人吧，虽然平易近人，但必须按照他的想法走，不然的话，偶尔也会发点小脾气的。那你是怎么办的？我听他的呗。你爹那么聪明。 我听他的就好了。你这说了等于白说。哎，不是，厢房在那头啊。我还要去想想案子，你先睡吧。嗯。殿下，人都走了，出来吧。你是不是在上面偷听呢？不在这儿，那去哪儿了？喂，你不会是因为？ 我刚才说你小气，你就生气不出来见我了吧？那你出来跟我理论啊，你出来骂我呀！如果那两个人真的是因为起源石而死，那很有可能就跟你要找的那3到8有关啊。嗯，完了，都怪你自己，天天拍老虎屁股吧，把老虎给拍跑了。 嗯，这怎么办啊？我就知道你不会走，殿下。苏巡尉，这是明宫让小的给您备的手炉。谢谢啊，给我吧。嗯。不好了，丫头！姨父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林之行。 被人掳走了啊！人是怎么不见的？跳窗而出。房间里可有物品遗失？没有。他是睡觉的时候被人带走的吗？枕头是凉的。 没有人睡过。是。韩征，你果然还在这儿。走是走了，只不过我身手太快，趁着你们嘀嘀咕咕这段时间，已经在九霄城里打探了一圈，而且还打听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。不过。先看看这个。嗯，嘀嘀咕咕，你为什么要偷听我说话？我只是打探了一下这附近的动静，然后就听了一耳朵。我是因为……先看一下这个内容，应该是半个时辰前写的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 3更时分，破庙见。破庙在哪儿啊？哦，在后山的半山腰处。怪不得这人能从眼皮底下跑走，可他到底是去做什么呢？只是凶手在演说出动呢。哎，等等，韩殿下，您说在城里发现了有意思的东西，那是什么？我知道他们的死因了。什么？ 啊，又是奇缘石。对，奇缘石，奇人之力本就强盛，前人单薄的身体又如何能负荷得了呢？使用过量了，就会遭到反噬。这就是死者的死因。没错，所以才会呈现出好像被吓死一样的心脏破裂。不一定啊，韩殿下，万一您猜错了呢？他可能真的就是被吓死的。给你看这个，嗯。 这是什么？狼纹草，对奇人之力特别敏感，可以让奇缘石更加活跃。不过对其他东西就没有什么用了。怪不得，原来我们根本就测不到这种毒药。你会不会？不是毒！大人哥，这是奇人的精髓，很珍贵的，你怎么能说是毒呢？啊，对，不光不是毒，而且还是护身符啊！是护身符，你什么意思？ 殿下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如果说真的是服用了这奇缘石，那多久能见效啊？对，越多越快，这么一点点，泡水一口喝下去，就你们前人这小身板，撑不出半炷香。这东西的味道会很奇怪吗？奇缘石本身没有任何味道，少许服用，反而会让人们的思绪。 变得更加敏锐。嗯，所以这凶手杀人的原理就是想办法在短时间内让他们服用过量。没错。而且如果是外人的话，根本绕不过南风斋的院门，更不可能知道他们服用奇缘石之后会有什么其他的意外。所以这凶手就极有可能是南风斋里的人。对。南风斋的。南风斋里的。 林之行一定知道凶手是谁，他知道。何以见得呢？桌上的剑，他走的时候拿走了桌上的剑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多毒药呀？跟上，慢点啊，丫头，来，小心点啊，慢点啊，太难走了。哎，小心啊，韩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 你的手受伤了，无碍。来，好了。不对，那个林之行不可能去了破庙。我知道了，这里是上山唯一的途径。路上有这么多的藤蔓，有人经过一定会留下痕迹。况且，林之行手里面还拿着剑，那就完全不像被剑砍过的样子嘛。 这就是个调虎离山。哎，韩殿下，你上次丢下我，你自己出什么岔子？你忘记了？你不能不带我。殿下，带我一个呗，下山好累的。哎呀，小气鬼！带一个人是带，带两个人也是带吗？出来吧。 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，又何必躲躲藏藏的？你不过只是为了那件事而来，你出来！我们当面把这件事情了结了，不必再生其他枝蔓。我不怕你，我不怕你。师兄，你当真不怕我吗？ 我不怕你！他肯定还在这里。不好了！等等，不好了！快来人呐！怎么了？李师叔，李师叔他……过来啊！李师叔，3更时分，仓库见。你别以为你可以逃出升天。飞天是女徒。 这不是小师叔的话吗？大东西要把小师叔也杀了吗？他可是个连蚂蚁都不敢踩的人，这事儿怎么会落到小师叔头上？对呀，对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到底是谁？是不是傻呀？是不是傻？ 凶手都已经告诉你们了，他要杀谁，你们还能让人在眼皮子底下死了？什么原因呀？说呀！总使，这林之行不受哄，又不肯配合，我也没办法。那现在出现这种情况，你可有什么对策呀？别上去！你呢？有什么线索吗？你那个对我颐指气使的搭档又去哪儿了？ 宗师，那个韩……你闭嘴！你说，宗师，我们查到3位死者在作画的时候，私下用了奇缘石，这应该就是凶手盯上他们的原因，所以他去冯画师那儿看画了。你这不对，只有那3个人存在画风前后突变的情况，你现在又扯上冯牧远，这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没有关系？好了，有没有点脑子？ 明明知道这个案子跟奇缘石有关，还派一个奇人去查，传令下去，7日之内必须给我破掉此案。还有啊，给我看好那个冯牧远，别再出任何问题了，不然你们通通给我等着挨板子吧。是。哼。干嘛对着一幅美图吹胡子瞪眼的？他惹你了？是那个冯牧远惹我了。他怎么了？他整夜都在画中仙面前跪着，说自己毫不知情。所以你就趁机去他房间搜了一圈，去找奇缘石，然后什么都没有找到。殿下，你说这冯牧远会不会是无辜的？他没有使用奇缘石，是我们找错方向了。我宁可相信。 这个冯牧远，只是藏得更深罢了。他跟那3个为了一己私欲用奇缘石的人一样，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殿下，你这是偏见。我没偏见，我只是觉得奇缘石是这个案子的关键。你呢？我是觉得，如果我们可以放下奇缘石，说不定可以更客观一点。哼，你是不是觉得，因为我是奇人？ 所以一叶障目，只考虑了奇缘石，没有考虑案子。好了好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是我有偏见，不够诚恳。我真的错了，是我有偏见。哎呦，对不起嘛！再诚恳一点。哎呀，殿下，不是我不够诚恳，是我打心眼里就没有觉得自己不对。 你觉得整个案件都跟齐院士有关系，可是我觉得应该先找那3位死者和冯慕远之间的关系。你胆子倒是肥了。哎，好了，不要吵。反正你老觉得我对你有偏见，我老觉得你对案子有偏见，我们两个谁也说服不了谁。不如我们两个人赌上一赌怎么样？谁先找到凶手，对方就真心实意的跟他道歉。哼。 有意思，不过谁要是输了，也别道歉，我可不想听你那不真心实意的道歉。这样吧，我要你12个时辰，不准说话，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还不准反抗，怎么样？赌这么大？不敢了吧？啊？我敢，反正我就这么一条小命。不过要是我赢了的话。 我就要吸够你12个时辰的健康长寿，怎么样？哼！你笑什么？离让你闭嘴更近了一步。我发现那封信不是凶手留下的。什么？林之行尸体旁边的那封信，跟他床上的那封，都是他的笔记。 将我们引去破庙的人是他自己。尸体旁的那封信，有一股香火味儿，但床上的那封却没有。我看，他应该是知道了凶手的身份，用一封信约见凶手，又用另外一封调虎离山争取时间。他拿剑，是想要杀死凶手，却没想到，自己被凶手给杀了。哼！你笑什么？ 我也离着把你敲骨吸髓更近了一步，走吧，我知道怎么找他们之间关系了。你要去哪儿啊？跟我走就是了。出发，去。王爷，其实你借我个玉佩、信物啊什么的就成，不用亲自跑一趟的。要是给你个信物的话，他们可能会刁难你的，有我在。 会方便很多，那肯定是这样的。只不过，你不是不太喜欢那个地方吗？能帮到你才最重要啊！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啊？林之行并非一开始就知道凶手的身份，否则他早就可以放心约人了。他是从市集回去之后，才决定要甩开我们，自己去见凶手的。所以他这一回肯定是得到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信息。 根据他失踪的这段时间，以及他步行可以到达的范围，能去的地方只有一个，就是这儿。王爷，可算来了，这边请，小心，小心点啊！人呢？前面。啊，那我先。哎，王爷，侯爷在那边等着呢。 啊！哎，王爷，怎么害怕？想跑啊？谁害怕了？那边。哎，王爷，侯爷，人来了。王爷，哎，给舅舅请安。 俊儿啊，你不躲着舅舅了？啊，这哪是躲呀？最近忙，怎么能躲舅舅呢？是吧？呸！就知道整你那些戏本子，谁不知道整个九霄城，就我们俩闲人呢。舅舅说的对，外甥也想像舅舅一样，整天有闲情雅致，整天说说话、打牌，整天悠哉悠哉的。得了。 咱俩半斤八两，谁也不比谁高明。哎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何英为什么会喜欢上你了呢？舅舅，喝水。 你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不瞒舅舅啊，俊儿呢最近在督察卫取材，有一件案子与此地有关。哎呀，情况紧急，我就不跟李掌柜打太极了，就直接来找舅舅了。还希望舅舅能帮帮忙啊！这回可是你主动落到我手上的吧？侯爷，您的意思是让小的配合？配合？俊儿有事求我，当然要配合了。但是，给的答案是真是假，那要看他过两天会不会陪我家何音去猎场玩上几天。哎，舅舅，我们说这个干嘛呀？聊正事了。何音。 才是我最大的正事儿，你不要总是一副勉强的样子，表面上跟我那些不爱钱财的画师一个德行，但是他们会为虚荣投怀送抱。我倒不是说你看重那些啊，何音既然喜欢上你，你总应该跟她相处相处，不算是坏事吧？侯爷啊，这王爷啊，年纪还小，这儿啊没开窍呢。既然知道了，那就应该多帮帮他。哎，是是是，等他开窍了，自然知道我家何音天下无双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那可不是嘛。那总之，猎场这一趟我已经安排好了。进了我家的门，这一趟。 你是跑不掉的啊！李掌柜，伺候好他们。是。那舅舅，告辞。猎场。啊！猎场。猎场。以后少跟情人一起玩。 他走了吗？走了。这样，我算是知道你平日里为什么不敢来这儿了。我们家王爷跟侯爷啊，从小斗到大，什么招都试过，但都不是他对手。你们也看到了。 我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个何音呢？那郡主的性格和侯爷是如出一辙呀。就是努力勉强别人的性子。哎，对，他跟你倒是般配啊。是哎，就像我爹跟我娘那样，一物降一物嘛。谁说两个人在一起就得一物降一物啊？那就不能亲若有人，知心知意啊。 就你这小身板，确实应该去猎场好好锻炼锻炼。那个侯爷还是很了解你的吧？各位久等了，王爷您的脸色……行，客套话就不用说了，我们时间有限啊。李掌柜，林之行昨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回苏巡尉的话，和王画师所做之事一模一样。俗话。是。 那天，他就在那儿，放下一把大伞就过来找我。掌柜爷，此次前来有一事相求。南风斋恰逢多事之秋，我想把之前南风斋被贵府收藏的画全部赎回，您看方便吗？林画师，你这是要跟东家作对呀？哎，不敢，只不过最近南风斋有画仙作祟传闻。 大师说需要将画全部赎回，以除邪祟，所以我才来提出这不情之请。邪祟？你的画还有一幅，王画师和徐画师的画加一块儿，还有3幅。可孟怀云的那几幅，倒是早就不在了。小师妹的画，不是还有2幅极品吗？怎么会都不在了？虽说是极品，可有人拿更好的东西跟东家换，东家也会斟酌。想来是被什么名家从他手里换走了吧？哎，掌柜爷，您是否知道是何人买走的？我只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买家，一并赎回。这林之行昨日出门，并没有带什么钱财在身上，他拿什么赎画？可能他只是想看一看，是谁赎的画。那他直接问便是，为什么还要说什么赎画？也许他不想让别人知道呢。林之行叫孟怀云是小师妹。 难道说这个孟怀云，她也是画斋的人？我想起来了，我曾经在名录上见过这个名字，但是我却没有在南风斋见过这个人。怎么可能有我不认识的画师啊？哎，掌柜，你说的这孟怀云是她什么人啊？哎，孟怀云是魏公林最小的徒弟，5年前拜入南风斋，入门虽晚，但是天赋极高。 不少极品画作都出自于他的笔下，甚至太后都宣他入宫作画。只可惜啊，他在南风斋待了不过1年，便随父母回乡去了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我不知道。所以说，林之行得到的重要消息就是有人赎走了孟怀云的画。这跟凶手又有什么关联呢？哎，为什么小师妹的画被赎走了？ 他那么惊讶呀、啊？极品被人观赏，不是很正常的吗？这个问题，小的或许能解释一二。画社收画，只要来路明确，一般不会问藏家是谁。要不是因为近期离奇的命案，我也不会发现其中的奥秘。林画师昨天的行为让我联想起了一些事情，便翻阅了一下之前的账本。 孟怀云所有的画，竟都不是自己送来的。那是谁啊？找到了。徐有道、林之行、冯慕远、王继荣。所以说，奇缘石只是让3个才情减退的人。 用来找灵感的工具罢了，并非被凶手针对的原因。真正的原因是孟怀云。嗯。哎，等等，你认同我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条算我的吧？当然不算，这难道不是这位王爷的功劳吗？哎，你们在争什么呀？没什么。没什么。我们只是在考虑。 这个女子到底跟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，会让3个人都丧命了？你又想做什么？殿下，如果说我想借你的鼻子一用哈，那找到了线索算谁的？哼，废话。 当然算我的，凭什么？那你用你自己的鼻子去找吧。小气巴拉的，小气。那殿下，你愿不愿意用一下你的鼻子去南风斋找一找孟怀云的线索啊？等会儿再告诉你啊。 说吧，你这是干嘛？苏九儿，苏九儿，你只要这么一笑，就是想利用的意思。不过这次呢，你有你的方法，我有我的方式。时间有限，我就不帮你了。让我看看，没有我的鼻子，你能不能查到你想要的线索？那你想怎么查？要不你直接认输吧。那怎么行啊？这一次呢，咱们各行其路，互不打扰。再见。哎，这车还没停稳呢。喂，快走！啊，他跑这么快，不会真有什么想法了吧？不行，我可不能输啊！哎，九儿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 我们立了一个押上生死契约的赌，看谁先找到线索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就算没有他的鼻子，我也照样有办法。这样，我们先去找冯牧远，看看他那有什么线索。等我找到了线索，我一定要强迫他12个时辰都要听我讲道理，气死他！走。王爷，哎，丫头，现在案情都这样了，你是不是有新线索？如果有，你告诉我，好歹也是自己人，你帮我，我帮你。哎。 你要的线索来了，哪儿呢？走开！哎，快走！月儿，哎，苏九儿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给我等着！凶手将3人都做成了画儿，反复的提醒我们，画很重要。他为什么要用奇缘石杀人呢？据我所知啊，画师们的颜料都是自己调配的，同一种颜色也有不同的配方。 有的用花草，有的用树木，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先找到那个灰黄色的来源，才能找出真凶的踪迹来。灰黄色，难道这就是那个钓鱼翁的颜色？不过凶手杀人为什么要设这个局呢？飞天仕女图，冯牧远。哎，冯画师在这跪了多久了？ 好像从昨夜就一直跪到现在。哦，昨夜。冯画师，打扰了，有些事情想问问你。请说。孟怀云是你的师妹吧？是。你还有其他3位画师，跟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啊？师从一人，仅此而已。 那他现在人在何处？你们为什么要变卖他的画呀？小师妹早已经随亲人回乡了，那些画是师傅照他的意思，叫我们几个人卖掉的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不然苏询问以为是怎样？卖画没有问题，可他没有理由不继续再作画呀。而且为什么你们卖的？ 是他离开这里之前的话呢？无名画社的掌柜说，前国上下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小师妹的新作，这又是为什么？我只是按照师傅的嘱咐在卖画，至于小师妹为何不再提笔，我不知道。他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甚至还知道。 这南风斋的画中仙是怎么回事了？这是师傅的名画呀！小海殿下，这可是重要证据啊！对，和名作呀！哎呀，你们放心，殿下之所以这样做，肯定是有十足的把握。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嗯，哦。 哎呀，不行，这不毁了吗？师傅的《寒江独钓图》，这不就都全毁了吗？是啊，太可惜了。娟儿，他写的什么？你看得明白吗？好像是苏九儿，你是蠢蛋。他写的。蠢蛋。嗯。你干嘛？我是蠢蛋。 这个颜色正是那个老翁所以的颜色呢。嗯，敢问阁下是用什么调出来的颜色？你真的不知道吗？这是狼纹草。狼纹草，狼纹草喜阴，所以在受到光照之后，会呈现没有生命力的灰黄色。 也就是这一幅《寒江垂钓图》里垂钓翁蓑衣的颜色。至于它为什么会消失嘛，帮忙放平。哦，我来。祈愿石。 这便是狼纹草，一旦遇到奇人的力量，就会想着要附着上去。现在你们再看这幅画，谁能看出我曾经毁掉过这幅名作？我完全看不出来。那么被毁掉？这么一幅故作玄虚的画，定是人为设计。凶手先用狼纹草代替了蓑衣的颜料，而后又让蓑翁消失。过来！为的就是让王继荣害怕。 此事虽然离奇，但也不至于让王继荣这个财迷重金赎回。他那么害怕，难道有别的原因啊？可算聪明一回了。那你接着猜一猜，他为什么要赎回画呀？难道是因为他？没错，因为这幅画消失的人，让他想到了另外一幅画和他的秘密。什么呀？ 那画中仙的秘密又是什么呢？这个就得问冯画师了。什么无价之宝、画仙显灵，无非就是让人对这幅画产生敬畏之心，不敢造次。我第一次前来，便察觉到了画中的异样。用朱砂红遮盖处，有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。不过，有人以血作画，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。 所以，便没有多想。不过近日造访无名画社，才知道你们画斋失踪了一个女弟子，而她的画作又被你们四人悉数变卖。若没猜错的话，这个失踪已久的孟怀云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不在人世？怎么会啊？不是说已经回乡了吗？对啊。哎，殿下，你这个猜测会不会太大胆了？ 第一，孟怀云离开的日子，正是4年前，定坤29年除夕，与画中仙出现的时间基本一致。对，就是这个时间，能对得上。第二，林之行调开了督察卫，独自赴约送了命。是什么样的秘密，让他宁愿送死，也不敢讲出真相呢？除非他身上还有另外一条人命。 还有谁啊？我觉得小韩这话有一点道理。那这么一来也就说得通了呀。所以最初，凶手利用钓鱼翁的消失，来引起王继荣和徐有道心虚，而后又赎回画研究，设计成了画成真、画杀人的表象。事实是，画中仙根本不存在，这滴血就是孟怀云的。所以，到底是小师妹冤魂索命？ 还是有人蓄意报复，冯画师，你怎么看？当林之行知道有人赎回小师妹的画之后，立刻就明白了是有人蓄意报复，所以他想马上确认那个人到底是谁。是谁啊？若想购买集字品的话，需要有很大的财力，同时还要对孟怀云疼爱有加。 能满足以上2个条件的人不多，哎，莫非是？南风斋云游已久的老画师魏公林。我师傅他老人家云游已久，你们凭什么怀疑他？就是，你这无力猜测，灭人清白，理由呢？师公为什么那么做？你们师兄弟几个人杀了他最中意的弟子，为了隐瞒此事，还篡改了他的话，这条理由难道还不够吗？怎么可能啊！冯慕远，再不道出实情，恐怕你也活不了多久。